今天的我来到了班定的 Jugrai。 今天来这里的目的是因为有一个 production 叫我来这里，然后要用我的 drone 来拍一个 music MV， 所以现在是早上的8:25，我来到了这个地方 Jugrai。 我大概在6年前的时候来过这里，那时候是跟一班在读着音乐的朋友们一起上来这里，然后呀，迎接的就是这个景色。所以 production 的 team 也就要到了，我现在去准备我的 drone。要看那个 quality， 然后我不懂哎，我也不确定我的 AA 会不会很强啊。我新相机哦，那个 Jack Z6， 对对对。你有什么 plan 要这样子拍这样子，还是要等 director 来？因为其实他的这个 shot 是这样，他会就是因为我们整个 MV 的 concept 就是他会进入一个 fantasy world。I'm like, yeah, trying to come over for the night, yeah. Baby, let me know if it's alright, yeah. I was thinking I could bring a Sprite, yeah.And mix it with that vodka. 我现在要等他们拍完地上的 shot， 然后我才飞我的 drone。 今天我带我的 Mavic Air， 所以今天我会拍 4K， 然后很简单，我的 job 只是从下面这样子飞上来而已，然后看它在那个草原上面乱跑这个样子而已，所以很简单。拍完啦，用完了全部的我所有的电池。Good job， good job， 用了4个小时， good job。好了，今天的这个 production 还有 drone shot 的 vlog 就到这里为止，所以你可以看到他们这一个 team 是多么的卖力，所以我们都是很卖力的在为着我们自己的这个事业打拼中啊。只是不同的是，我是一个人，他们是一个 team 人，所以说这个影片就到这里结束。现在回家，因为我的车，我是五个，现在要
我的车好像应该就要水滚了，所以我现在要去修我的车了，所以再见大家。